现在这个三星的扫地机器人 Powerball 正在工作，那现在的音量啊是normal， 就是正常的模式。然后它的遥控器上面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，我可以选择静音，然后它就会降低音量。这是比较静音的模式，比较适合在晚上，比如说你住在大楼或公寓，那你就可以用静音的方式来做清扫。那再来是正常的，再来有一个是强力的模式。强力的模式，你可以看一下它正在工作的情形。上面有摄影机，它会顺便侦测你家里的环境。然后它前端是跟一般的扫地机器人不一样，是它前端是平的。那面对一些比较角落的地方啊，它就比较能够有效的去扫到。它前面有一整条吸尘的进风口，就可以一整片的去扫到家里比较细微扫不到的部分。那其他的机种啊，都是用毛刷，那它是用平面的方式去清扫，那各有好处啦。那现在正在做第一次的清扫，我们就让它扫完。